你好，中小企约金管局开会，探讨中小企融资时遇到的问题。金管局从来都是位高权重，成立的目的旨在维持香港金融的稳定。各个界别为了自身的利益角力，银行亦是为了自身的资产安全和存户的存款保障努力。今次有关的团体声泪俱下，诉说遇到银行落雨收遮，即是所谓 call 窿。看来在多方面的胁迫之下，再平衡社会利益，金管局向银行发出指引，不要向正常还款者追还本金。中小企向银行求情，但是某些中小企以往过分借贷，对前景过分乐观，才会搞到如此田地，在经济周期中屡见不鲜。希望各持份者能够吸取今次的教训，目的是令到未来经济再次稳健发展。